各位，我们能够相聚，这个是按照圣经，也是神的恩典，也是其实是基本的一件事情。就算是在这种的一个情况里面，在疫情当中，那感谢主啊，主给我机会啊，再一次能够分享，然后靠着大家的一个祷告。那在使徒的这个时代呢，按着圣经的话，那我们能够这样相聚啊，那时候信徒们能够相聚也是一个恩典啊。那时候呢，他们是带有一些的这个逼迫，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的假道啊。那时候呢，他们没有信息的录制，他们也没有圣经啊，他们圣经抄来抄去，没有印刷的。我们现在有。他们没有疫情，我们有，所以有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都冒着险，有局限，有限制，但是有圣灵的一个内证，叫他们不得不想要相聚。所以上帝很奇妙的，在他们的身上，就算是他们有一些限制，他们呢，就彼此相爱里面，个人的一个追求，与神自己的亲近啊，圣洁这个方面啊，反而上帝给他们了很多的恩典，然后证实他们啊，他们用他们的行为来证实他们的心里面的信心。然后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不只叫自己啊看到圣灵的作为，他们也看见上帝的这个爱真的在各种各样的人就体现出来。所以他们很多的恩典那各位，我相信他们不管是什么的限制，他们都其实在尽力。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有限制的时候啊，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回想，哎呀，原来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实体的能够相聚啊。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啊，有参加小组的都发现，都在网上。这个相聚了哈，其实还是盼望啊。可能这个限制的时候，叫我们盼望，再一次明白，原来一直以来我们在疫情之前啊，原来那种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当作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感谢主哈，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最基本的那个需要。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恢复多少，那这个是神的恩典了。神也保护我们，我们感谢主。所以那很奇妙的，当我们彼此能够相爱，特别是对信徒们嘛，我们讲彼此相爱通常是对着信徒们，对不对啊？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爱弟兄的话，那很奇妙的，圣灵的运作马上会看得见，那这个黑暗呢就会马上被赶走。虽然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羞耻的事，羞耻的事、犯罪的事，这一些呢，所以我们不太喜欢光。圣经说，人是不爱光，倒爱黑暗，因为呢，有些羞耻的事啊，所以不喜欢曝光。而且这些羞耻的事呢，是有最终之乐的事情，有喜欢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信主的啊，重生了，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比一切更好，救恩比一切更好，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会愿意让上帝来光照。那么慢慢的，我们有一些不愿意的东西啊，上帝帮我们烧掉啊，主啊，我不能，求主帮我，叫我能啊，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叫什么？这个叫靠圣灵了啊。有时候我们自己听神的话，听的时候。抓不到或者是听不进，那时候我们就要求个圣灵，圣灵是借着神的话会帮助我们的。所以那这几次，特别是今天，上个星期也是，我都继续看的是这个约翰一书。所以我们看一看约翰一书四章，今天我们看四章，四章一节到六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虚假的事，黑暗的事，有一点点真理，有一点点虚假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那这些如果是从传讲的，那各位要小心了，要谨慎了。有时候呢，你听到有一些道他讲得很绝对，有些人牧养你觉得你很绝对，然后你有一点可能受伤了，然后一直去想放不下这些，但是你要认得到他讲的东西是一致的吗？是真理的话，虽然你被刺到了，但是你要感谢主，这个是好的，好过人呢就是一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你对，一半给你不对，虚假的，那这样的话后果呢越来越久，对不对？越来越你不能够发现，那这样更不好。所以我们要能够试验主灵，对不对？是这里的意思，从他所说的话，从那个人的一个品格，那我们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这里呢，特别在那时候初代教会也在使徒约翰特别要强调的，要攻击的，要叫信徒们警醒的，就是有一个派啊，就是上个星期我们也讲啊，灵知主义，就是诺斯底。那时候他们的人呢，这些假先知呢说没有道成肉身，那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明白，其实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信仰呢，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有很多基要的教导教义，那这个道成肉身只是唯一一个 OK。 所以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就是这样断章取义就说我们相信我们测试就试验查验，只要这个听的这个讲道，听的这个道理，只要他信是道成肉身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因为也有有一些讲道成肉身的比如说罗马天主教，他们也是相信道成肉身，但是他们硬性称义不相信也不行，就是要加上行为，所以不行，对不对？有点假的加上去了。第四节，我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里面是谁呢？圣灵等一下多讲。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那各位，如果我们有爱世界的心可能这些属于世界的人就会比较容易引诱到我们他们所讲的东西，我们就会被拉去了。所以圣经明明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世界的心没有爱父对不对？爱父的心不爱世界但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使我们能够胜过圣灵的感动呢，是从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要够强要求这个圣灵的感动要有才能够胜过的 OK。 我等一下会多解释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所以谁是我们这里说的我们就是使徒了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使徒们所以听从我们什么意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的信仰是靠使徒的教训来的，那使徒们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听对不对？这个就是正典，对不对？圣经六十六本旧约是先知，新约是使徒们，
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正确的，然后从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来比，就是使徒的教训啊。所以这里很清楚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也说啊，你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上帝，对不对啊？所以已经给使徒们这个权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来明白来分析的辨别的事情。那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看到底使徒们教什么。所以第一呢，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那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上个星期我们讲黑暗，对不对？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们再读一下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换句话什么？再讲一次，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OK。所以那我们讲为什么圣经说不要信一切的灵啊，所以这里的就马上也长 break 啊，对不对？马上有一个 break 啊。如果有一个灵啊，有一个教导啊，你要试验啊，你不要随随便便就接受。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你听了啊，这个讲的那个讲的我全部聚集到完，然后呢变成非常的就是批评性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要认辨，如果我们一马上发现这个人呢，他讲的东西啊，这样的教导呢，马上叫我好像太过自由啊，太过自由或者太过容易啊，就是没有办法确认我自己的救恩啊，叫我越来越放纵啊，这个是好像有点不太对了啊，对不对？啊，有一些基本的教义啊。不对了，要加上什么东西了，要减掉什么东西了，这个是就有一点暧昧的事情，不明确的事情。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去阻止，对不对？比如说讲了很多的光照，很多的一个感动，很多的一个灵感，但是没有爱心。圣经明明讲要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有一点问题了，对不对？所以马上 stop。对不对？马上 stop 啊，马上停。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啊，对不对？使徒的那个教导是不要什么的灵都信，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他马上这样说，在他里面，在神里面毫无黑暗。但是什么叫黑暗呢？黑暗呢，其实有道德方面的，或者说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个人的那个圣洁。当然可以。整本那个约翰一书呢，有讲到的是道成肉身，第二是讲的是要彼此相爱，但是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到有假的教导，还要有确据，所以我们个人跟神之间啊，要有那个关系，还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要讲得，如果我们不公义啊，不感觉到自己公义，那我们就来不到神的面前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讲到有个人的那个公义，个人的那个圣洁。如果神他的那个品行他是光，那我们跟从者，我们是属于他的，也要能够反射那个光，因为他没有黑暗，那我们也不应该存留任何的黑暗。当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会想要反射光，也要有光。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呢，光实际上就照亮了，照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也会得到一个确据，原来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呢，我们先要明白，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暧昧的，也不要有任何的就是不追求的一个地方。我一个一个在讲然后呢，第二道成肉身呢，特别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嘛，那道成肉身是基督信仰基本的教义之一，所以道成肉身呢，一个一个来说呢，我刚才已经说了，一切都要试，但是这里呢，特别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呢，就是你什么叫道成肉身？上帝成为肉身，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就是换一句话说，他要给救恩
给所有的人。所以没有一些秘密的情报，应该是普世的人都会听得懂，会明白的这个福音，对不对？道成肉是这个意思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神的道啊，都要能够理解上帝的启示是啊，给每一个人的啊，对不对？给每一个人，给所有的人的。但是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如果有一个人，他可能他很被一方面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文化被灌输了，不管是文化也好，精神也好，不管是怎样哈，就是有一点很多的局限。我们不要认为神的道不能够改变他，神的道不管是年纪大、年纪轻，都能够进到他的生命，能够改变他，因为这是历史历代证明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是这个意思嘛，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到，也得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还有恩惠的，还有救恩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的，能够摸索的，能够理解的。但是道成肉身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呢是独有性的，所以我这里写排他性的哈，所以 exclusive 啊，所以各位因为如果上帝他道成肉身，而且耶稣基督他是独生的儿子的话，对不对？那就只有一个救恩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够得救。那有些人呢选择道成肉身，不选择就是他是唯一的救主。现在越来越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可能现在越来越多人跑到比较心灵方面，比较愿意相信有神秘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代是越来越有这样的，所以相信一个不相信另外一个，所以唯独性的东西总是不能，所以这个排他性的这个事情是需要来邀请人信主的，因为这个是有点冒犯。但是你要得到救恩，为什么他道成肉身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所以我们必须要传讲的。那第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呢，特别光照我们要抓紧正统使徒的教导。我这里列出两个东西，这个是跟我整个的信息呢有关的，那因信称义跟行为证实信心。同时我们抓住一个没有抓住另外一个，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看圣经的话，两个都有，而且两个都特别强调，两个都很多证据，对不对？第一是因信称义，这个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明白吗？对不对？因信，所以因恩典，只有唯一靠他的恩典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的重生，我们能够信主，这个是因为他，因为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如果没有行为的话，那这个信心是死的，对不对？也不只是雅各书这样说，到处都这样讲。我们单单看约翰一书也是这样讲，我看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讲，看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讲，对不对？你不只是有信心一定会有行为，也不能够这样讲而已，你一定要，你的行为一定要证实你的信心，这圣经都讲的，对不对？所以有点积极性的，不是只是自然性的，不只是一个后果，这是一个证实的。所以各位我们当然领受到圣灵的感动这个一个主观的感动，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知道神有话对我们说这个是天父阿爸父跟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感谢主所以阿爸父谢谢主，感谢主爱那但是呢圣灵也会感动我们，要紧抓住
使徒的教训，所以紧紧抓住使徒的教训，如果有的话，证明你里面的是圣灵，不是随便的灵，对不对？圣洁分别为圣的灵，你里面如果有圣灵的话，你是要客观绝对也清洁纯正的教导使你呢能够抵挡虚假的。所以各位不是很多了言行诚意，然后以行为来证实信心，这个是没有太多了我不讲太多，也而且呢其实圣经也是不太就是复杂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怎样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自夸，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为不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的信心好像出现了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行，当我们行的时候有时候过度自我，过度用自己的力量，那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是好像靠自己还是靠圣灵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挣扎，我们有调整，这是上帝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圣灵的作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讲一个不讲另外一个，但是也不是信心加上行为，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清楚。东正罗马特就是在这个方面，然后有很多的教义是非不非的就是有一点点就一点点就加上去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但是我们要在这方面要明白，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和那一个荣耀我们就能够分辨也辨别出真理的灵谬妄的灵这样的人是出于神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比如说你祷告主，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恩典，那如果是一切是出于主的恩典的话，那你就会想为什么你要加上去来讨主的接纳，你讨主喜悦跟要主接纳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你要主接纳你，好像你一直有问题你要主接纳那就这个的意思有两个，可能你根本不明白，或者是你被摇动，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确据摇动了，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据要稳，所以告诉我们但是这个确据怎样来，等一下我会多说所以这个真的东西呢很重要我们才会就是长存在父还有子里面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你有真信还有真的确据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呢，你是会追求真理追求圣洁，没有确据的人是不会追求的。所以你自己查验大家自己查验，没有确据的人是不会追求圣洁，不会追求就是彼此相爱等等，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可以说你没有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方面呢就明白过来所以教义呢，真教义跟真的活出来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各位到这样的时候呢，各位就会发现如果讲了任何的一些好像精神问题然后为什么精神问题会出现因为一直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然后一直没有处理，对不对比如说为什么不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自己的东西就是自闭起来为什么自己要的东西一直要对不对所以圣经明明有教导的东西呢在那里呢就是没有就是在那个方面虽然不能，但是没有在那方面挣扎，那个内心到底趋向哪里没有去面对或者是对付。所以我们没有在罪的问题黑暗的问题的根那个地方来马上停止那这样的时候呢，慢慢的慢慢的就好像面教这个方面就是有一天就是乱了然后就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发生那样的事其实有一个根在那个地方。所以有很多方面有些东西是
教义不清楚，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没有确认啊，我们搞不对啊，就是教义方面啊，确认不到。那有一些呢，是我们知道了啊，但是我们没有活出来，是这个问题啊。所以，那第二啊，我们再读一下啊，这个我们就讲到彼此相爱啊，《约翰一书》4:7-12，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马上哦。从刚才那个教义的东西突然间转到这个，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第二点第三点，这些全部都是讲为什么要彼此相爱的。那一个一个来说，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重生了当然会爱，因为神是爱，对不对？你用神的爱进来了，所以如果你不爱，大问号。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来到啊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他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只是神是爱，神的爱呢是固有性的，就是他的本质，他的神性就是不得不要差派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所以这个是他的神性，对不对？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为什么爱呢？因为如果我们对十字架的那个道理，十字架的福音被抓住了，影响我们了。The Passion of Christ， 也不是那部戏，不是那部戏，就是我们对十字架有感动的时候，有感动，我们知道一定会爱的，一定会爱的。除非我们不太理解十字架。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这个讲到什么？这个讲到模仿效法主，这个也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因为主自己本身也将爱，然后所以我们应当爱。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爱是会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活出来，我们不活出来，我们看不到医治，我们看不到人好起来，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哎，奇妙，人的问题慢慢走掉，因为上帝的爱原来就在我们里面。但是没有活出来的时候，没有发生啊，看不到，也不会有这个作用，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个，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那我们要首先呢，就是我们一个一个啊。刚才我讲的，但是一个一个我们看，我们别无选择，来必要去爱，尤其是对别的其他的信徒啊，信徒们，各位，我上个星期讲，道成肉身肢体聚会啊，我想可能我们曾经就是被攻击过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道成肉身是的确，是不是啊？这里有一个空位啊，耶稣基督在那里啊，所以好像他是幻象这样啊。我们想象啊，道成肉身，所以这个实体他跟我们在一起啊，这样讲又不对了，对不对？所以攻击。另外一个攻击就是这个道，我们有没有道？灵受神的道啊，我们都有灵受神的道，愿意要灵受，然后要活出来。所以道有没有成为我们的肉身？不可以这样讲，也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道成肉身是特别给耶稣基督用的，虽然是我们懂啊，我们明白是这种意思，但是不可以这样用。道成肉身是神学字眼啊，非常敏感啊。也我们看这个今天的那个经文，我们就这个约翰一书，我们就会知道道成肉身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这个有历史性啊，也有这个初代教会到现在都有这个辨别性
在护教里面都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谨慎，我们谨慎的意思也是我们体会，我们也学习，圣经有使徒为什么这样说，使徒约翰为什么这样说，所以这个我们得着的时候，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对诸灵也是慢慢会有一个谨慎，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讲，就是道成肉身是的确不可以直接这样讲了，所以就上个星期我讲的时候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提示，但是不是为了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跟这个道成肉有关系吗？各位可能没有这样直接连接，我们也不好这样直接连接，当然我们可以说如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与世人在一起，我们要学他的榜样，所以我们也要接触人，尽管是不可爱的我们也要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做，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我想我们按照约翰一书，我们因为使徒约翰也没有这样讲嘛，他也没有这样直接这样就是连接推论，可能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做，严谨一点会比较好，这个也是学过来，所以各位那我们要怎么样看 OK， 所以第一点呢是说，如果我们接受有主的教导，因信称义，行为证实信心，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有这个确据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需要外在的证据，我们也需要内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不会说不要外在的证据，只要内心里面的就好，这个就跑到有点心灵有点感觉，然后自己一直在那里搅而已，我们不会跑到这个，重生的人两个都会看，我们有没有行为，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是唯独信吗，我做的一切的行为是因为我信，所以神的恩典领到我吗，那我现在，那我既然我有这个可能有些人感觉很好，我是因信上帝给我，我有这个恩典，但是呢没有做出来，没有行为，那这个重生的人会知道有问题，对不对，所以重生的人会在这个方面一定会发现他需要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很明显神命令我们你爱我的话那你遵守我的命令，很明显，对不对，是神的儿女听到了这句话心里面扎心，心里面不舒服，但是还是会顺服，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话，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所以神是爱，神是爱，所以因为神是爱，所以他也这样命令说，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好，为我们好，所以这样说的，不是为了要塞死我们啊，为了要给我们咒诅我们或者是给我们折磨，没有这样的事，他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一定是为我们的身心灵好，对不对，所以爱呢一定会讲到要有牺牲，对不对，第二呢，即使是不可爱的人也要爱，即使是舍己也要爱，因为爱是上帝神性中的固有的属性，我解释一下这个，这个就是从可能第九第十节来的，刚才我也讲一点，因为为什么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从上帝他自己，因为他的神性，他的神性，他神性什么呢，天父神嘛，他神性他的计划里面他知道，他也看到世人，所以他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他不得不也要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所以凭着这个他的爱呢是不能够分开的，从他的那个神性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神的爱是
因为神就是爱，对不对？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意思。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爱只是从神而出来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爱是从他出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人啊，我们堕落的人呢，通常会想，哎呀，看这个人应该不应该得到我的爱，我们才去爱，或者是说，哎呀，这个人他真的可爱，所以他触动到我，给我感动啊，所以我要爱。或者是你一直帮助这个人，帮到你有负担，所以你很想继续帮，很想不继续帮啊。或者是他是你的亲人啊，或者你所认识的，所以你想去帮。所以，但是这个神呢，不是这样。神是他原来就在他里面的，他不能够否定的，他不能够不差派啊，不能有这个十字架救恩的，他一定要有救恩给他所创造的人类，不然他不是神了。因为但是这个是属于他的神性来的，因为他知道，对不对？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世人的问题。所以他固有的那个爱呢，一定要显现出来。所以因为神的爱，所以他才差派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挽回祭。会不会难啊？其实很奇妙的，也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啊。但是我们多明白一下。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多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基督信仰里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呢，一些教义呢，我们值得去思考。其实。为什么我一直想不要不能这些？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有罪，有自我，有时候很难去舍己，要付出，这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圣经讲神的爱啊，这个是非常激进的， very radical， 你很难。所以圣经不只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外面来的那个条件，是原来就在里面的，原来就在神里面的，他的救恩也在这样。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爱的那个失败里面，都可以追究到不理解十字架的那个失败。所以使徒约翰一直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彼此相爱，没有其他的后路，没有其他后路。因为如果你不彼此相爱的话，你就是不明白你的救恩了。你的救恩是靠十字架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也失败了，那你回去看那个十字架。你爱不了，你回去看那个十字架，求神给你圣灵，给你感动，叫你再被十字架的那个好消息再点燃过来。什么叫做十字架？因为没有十字架的死，对不对？耶稣的死，那他没有复活，没有死而复活的话，就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怎么样叫我们重生？重生的人才听得懂神的道，明白主的话，对不对？所以，在十字架上，上帝呢，耶稣基督呢，就是把上帝的愤怒挪走了。然后教我们，好像教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显明起来。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机，很大的一个动力，我们想要愿意要像他一样，愿意神的一切临到我。好像这个十字架啊，这个。各位，这个十字架啊，这个我想唐牧师应该是很喜欢，每一次唱十字架，对不对？因为这个唱不闲的，唱不累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强烈的受到这个影响啊。各位有没有啊？十字架有没有强烈的影响了你？那影响你的时候，整个世界改变。
连你讨厌的人也变，讨厌的讨厌，但是你讨厌是讨厌，但是好像可以做出来。讨厌是一回事，但是你可以做；不信任是一回事，但是你还可以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变了，变了啊！所以啊，所以我们要讲爱。爱呢，不是单单你付出你的力量。十字架的爱呢，是甚至叫人变的。所以这个十字，所以爱呢，不只是你付出啊，要有神的教导，要真的能够帮到他。这个爱呢，是一直会想有没有真的帮到他，有没有真的帮到他，不是只是想象，你真的看到他有帮到他，所以这个一直想的，一直想要帮的，直到他有意识。所以比如说啊，我也承认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讲到啊，你们听不懂不要紧，没有事，不关我的事啊，我讲这个就不是爱了。因为我分享的东西啊，人听不懂得不到，哇，这样我有意识，没有人没有意识，哪里可以？不可以。所以各位理解，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在实体啊，实体然后呢可能在小组啊，对不对？是最好的学习。那时候你来确认到底有没有办法帮到，有没有帮到，这个是一个艺术来的一个艺术，不是你要你做人得到就好。但是你要明白，这个爱呢也不是单单只是一个软软绵绵的事情，爱是有一个付出，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在。因为你真的要帮到那个人，你知道人的问题都是罪恶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你爱不想爱？因为他伤害过你。为什么他伤害你呢？因为罪。对，所以一样的，上帝呢看到耶稣基督看啊，爱到人的恨、人的伤、人的罪都愿意放下来了。这个是神伟大的爱，就是十字架的爱嘛。怎么能够改变一个人啊？改变一个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显现他的大爱，然后变化了，不想犯罪了，讨厌罪了，这种，对不对？那第四，我们若彼此相爱，就证实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爱是会起作用的。那各位，我用起作用，因为是有效的意思啊。我不知道用什么翻译，但是好像这个比较中文哈。那我每次翻译来翻译去，那会起作用吗？所以刚才我说了，也是我们比如说小孩子啊，小孩子都会学习大人啊，爸爸妈妈做什么，长辈做什么，他们学到完，他们还不会还不懂的时候，就是学，先学啊，什么都学。好话坏话全部学啊，好样子不好样子都学。为什么呢？你学习当中你能够体验到，能够体感到，能够学到。所以一样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相爱，原来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神的爱造出来的啊，有重生的。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有时候失败，有时候成功，那在我们里面就会显现出来圣灵的工作啊，那个爱心的那个运作啊，爱心的那个作用，能够软化人、医治人，然后叫人改变，那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是比医治释放更有用的啊，因为医治释放是一次啊，那不只是一次，一次聊了可能过后还是要上瘾了，还要再做多几次。但是医治释放，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医治释放看起来快，但是我慢慢我是看过啊，看过当人真的他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辛苦一点啊，因为看不到，不是马上看到果效。但是我通常发现
两三次就够了，两三次，四次，就是在一个地方，一直的参与，有人在的地方，慢慢好起来。人是这样的，这个疫情也告诉我们，就是人聚集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就出现，所以在这里，使徒约翰啊，一直给很多的理由，对不对？告诉我们为什么彼此相爱是没有可代替的，没有人能有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爱他的人的里面，就显明了，光就出现了，就是很明显的，这是明显的事情，无人可以推诿的事情啊，可以识别的啊，所以爱就完全了。那我们看最后一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这里我要讲圣灵啊，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有圣灵的一个内证啊，他见证啊。第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所以讲到救主，讲到救主不是普世救恩，就是每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救每个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他的排他性，就是他是救主，唯有他是救主。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个大家会读好像有点不懂在讲什么，我读很多很多遍了，也是有时候很难抓。但是我说，当你明白圣灵呢，圣灵不是一个你能够推论，因为圣灵呢是一个内证，他是一个见证人。所以好像第三就是说不要误解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用自己的爱，用自己的顺服，对不对？可能我们愿意爱，听从神的命令，愿意爱，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忘了，也不确认了？这个是从圣灵来的，有圣灵的内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所以你遇到难题遇到问题，所以那要怎么办？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圣灵呢是我们在成圣的前进上呢，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要有确据，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我们需要这个确据。如果我们没有成圣的话，没有进步的话 ，OK， 我这样说，我先说这个，我们没有进步，我们没有尝试要彼此相爱，要听从神的命令，要尝试要成圣，一定会有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我们不会找到确据，不会找到确据，很奇妙的。你不管讲，你讲说上帝是可信任的，我相信主我要讨神喜悦我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上帝已经给我洗去一切的不义我的心也不责备我这样，很奇妙的。因为圣灵不会帮助你，因为圣灵呢，他是一个见证人见证，所以我们不可以分开的，不能分开。你在成，如果你否认成圣，你不要成圣的话，那你觉得这个成圣压力，那觉得这个成圣是小东西额外的东西，这样的话你就有点误解了。因为你没有成圣，你就发现你看不到圣灵在你身上的动工，对不对？你可以说自己来嘛，自己来。那我自己来，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那个成圣，所以这个可能没有圣灵嘛。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是这样讲的。因为有圣灵一定会有行为，对不对？有信一定有行为，但是你为了不要有不信的行为，你不要行，可以吗？有些人就是我不要有律法主义，所以我不要行，因为很压力，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因信称义？有些人这样说，所以他不行了。但是这个是杀自己哦，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圣灵的印证，因为你需要行为，圣灵才会见证到这个是不是从你来，是从神而来的力量，你才可以做得到。这个有一点乱，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很直的推论的，我们只能说圣灵呢，它不只是单单给我们看我们属于神，圣灵也是借着我们的成圣，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借着我们愿意成圣来给我们见证，你来给我们在心里面给那个内证，你分开不了的，分开不了的，不能够好像 A 到 B 到 C， 不是这样的，一起啊，一起分开，不能够分离的，因为圣灵是重生我们，圣灵是给我们那个信心的，然后一定会叫我们行出来的，对不对？我讲来讲去好像又绕口令了哈，但是我继续讲，圣灵的内证是与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爱心，跟我们的圣洁，这些是什么？这些不是里面的，这是外在的，对不对？外在的，通常我们想圣灵在内心嘛，对不对？内在，但是跟这些外面的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有圣灵，我们才可以确认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出这些，我们不能分开。这个是使徒的教导来的，使徒的教导，使徒们在圣经里面都没有分开分得这样清楚，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这样分，我们要严谨，圣经说到哪里我们就说到哪里，圣灵的内证呢，所以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这里再加上了神的命令就是我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简单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圣灵的内证包括外在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能够遵守是因为有圣灵，如果没有的话那要 check 一下到底是不是圣灵帮助我们顺服。其实讲来讲去很多的道理，但是生活出来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因为比如说你活出来的时候你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这是你自己的吗？你必须要圣灵，对不对？你必须要回到，是不是主你给我力量，主你给我感动的，所以我才愿意要做。你不能够分开，对不对？但是你也不可以说里面有了，外面不用。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对不对？所以，最后了，我们如果藏在主的爱里，圣灵大大的一个工作就发生了，就是这个是万国万民就会听到了主的爱，所以藏在主的爱里呢，我们不可以分开哦。说这个就是藏在主爱我们，不是只有这样，藏在主的爱里，包括藏在爱神里面，也藏在神告诉我们的彼此相爱里。这个藏在里面，你才会慢慢的，神要带我们去哪里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进到新的人群中。这个不是我写的哦，这个是大使命，对不对？这个也是原来圣经《使徒行传》你看的时候，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路，
或者有一个思路，这个不是随便 解出来，也不是就是一个热心分子讲，这是原来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信仰福音是要传的。如果你要传到地极的话，那一定要传到新的人群中，不同的、独特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的、男女老少的、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所以有些人你觉得这样的人听不懂福音、可能福音领不到，这个不对，不对，因为没有爱心，对不对？没有爱心、所以我们藏在这个爱里，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话呢进到每一个地方，有各种各样，但是还是依着圣经，还是照着圣经、然后使徒约翰呢回到需要有彼此相爱的证据，所以这个彼此相爱的证据呢、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叫你得到得救确据的一个地方了、所以讲来讲去就是不可以不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的命，不只是神的命令，也神使徒约翰用各种各样的、告诉我们，所以不只是道成肉身，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能够相聚、能够实际的能够帮到另外一个人，其实会这是为了什么呢？最后也是我们的荣幸，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自夸，你讨神喜悦的你得到冠冕，但是也没有一个你自己自夸的，因为都是从神而来，所以这是很荣耀的事情。我们愿意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听从主命令，也听从主的话，也看到你的榜样，也学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话本身告诉我们一个模式，我们不敢随便的推论扭曲，或者有自己的一些的教义，但是我们要回到使徒们的教义，主你的教导最纯正，你的教导本身有奥秘，当我们接受有主的教导，有时候我们的心不能够很自然的一个理解，我们也可能要走快件，但是主是告诉我们主所定的就是如此，主愿意帮助我们在这一切事上我们跟从，我们跟从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存在光里面，我们就住在光里面，这个光照的时候就教我们经历圣灵无限的能力，叫我们能够贴近主，也能够体感主，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名，阿门。